这个之外没办法啊，所以要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啊，确实就有感应啊。所以我讲经这么多年了，常常跟大家说，我是学生在学讲经啊，听众是我的老师，是我的见学，在听我报告啊。啊，这请多多指教啊！不敢说讲经，学生在台上做报告啊，这样的态度啊，求感应啊，确确实实啊，我所讲的，我自己不知道讲的什么啊。讲完之后，你问我讲，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啊。讲经没有讲稿啊，也没有准备呀。啊，全凭感动啊，不可思议啊！所以一定记住呢，修习善业啊，念念呢为众生，不要去想自己啊。尤其现在众生太苦了啊，经常常讲呢，可怜悯者，深深地体会到。啊，于住福田呢，欢喜敬仰。啊，田是比喻。啊，这个田呢，可以种福，你会要获得福报，那你要欢喜去种这个福田。啊，要尊敬啊，要仰，就是种这个福田。啊，那么佛给我们讲呢，福田有三大类。啊，第一个是恩田，啊，父母、老师对我们有恩德了，要孝养父母。啊，人不可以呀，不孝父母。啊，所以孝顺父母就是种恩田。啊，第二个呢，老师。啊，尊师重道，啊，佛是老师，菩萨也是老师，啊，我们跟佛菩萨的关系，师生关系，啊，所以这个不是宗教啊。你看，我们称释迦牟尼佛叫本师，啊，根本的老师；我们自称弟子，我们跟释迦牟尼佛师生关系；我们跟这些诸大菩萨。同学关系啊，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，我们也是，他是前期的，我们是后期的，那菩萨界是学长啊，我们地位是平等的，这个总要知道啊。所以这里头没有迷信的啊，关系啊要搞清楚了，是佛门的伦理关系啊。名号是代表他所修、所学、所教、所传的，那他没有名字，那所以名号是表法的，